是一个福袋，应该是买的是两个，然后我给店家备注的是不要有重复的。我因为我手快，所以就先开了箱了已经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福袋里面都有什么吧。哦，先看一下这两个，这两个是正在做活动的一个本子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有正在用的是 Kimbo 家的，然后这两个本就先当一些记事本用吧，也没有想好干什么呢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福袋吧。这个福袋标明的是应该是十卷品牌胶带，然后剩下的是随点，这个是信纸绿油油，然后这个是驱蚊扣。这个驱蚊扣因为我现在是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嘛，他竟然给我驱蚊扣。这个呢是背景纸，应该里面是有四张吧，哎呀看不太清啊，八张对吧。后面就是它大概的样子吧，应该每个样有两张，还没有打开。这个是贴纸，他给我贴纸给的特别特别多，而且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好搭的。这个是那种自己剪的那种贴纸，里面有四张，这个就一张是这种烟花的，不太会用这个。这个是便利贴，是一个蓝色的异形便利贴。这个是也是贴纸，是三十，叫它的名字叫做第三十个故事。看错了，这个是贴纸，也是一包贴纸啦。但是我之前买过三十包，好像就没有什么用了这一包。这个叫做地理什么地理学报，好像叫，你看不清，哎，对，叫地理学报。这个就比较宽的那种，那好像这个给我的都是特别特别宽的。这个是傲慢与偏见，哎不对，学霸方程式，记错了，学霸方程式。这个里面应该是蓝色的那种，然后底下的那个小的细卷的胶带是那种尺子的，这个是比较文艺风的一个小女孩的，也没有拆开看。这个是乌拉格，是那种撕着时比较好用的那种胶带，这就是胶带，肯定是胶带，因为我录的时候现在在给这个这个是也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日系的，这个是可书写胶带，是那种边框类型的，比较的实用，这个超级实用，做日计划的时候可以用，做周计划也可以用。这个看不清了，这是啥？古风的。这个应该是傲慢与偏见吧？对，这个是傲慢与偏见。这个也是比较实用的那种。他给我的都是比较实用、比较好搭的。这个是盆栽，植物的。这个我已经打开用了，非常非常好看。这个是好几卷吧？这个。这个是三个皮卷的那种，然后这个是最后一个，是那种跟类似于小时候玩的那种，就是搭衣服搭鞋子的那样子似的一个胶带，比较好玩。然后这个是第二个福袋啦，还是他给了我每个福袋里面好像都有驱蚊扣，都有驱蚊扣，然后这个贴纸，那种歌唐诗出品的这个。这个福袋里面唐诗出品的比较多，之前买过唐诗大概三十多个多盒的那种小盒的贴纸，所以这些就先没有什么用。这个是背景纸，但是我觉得上一个福袋里面开出来背景纸上更好看一点，个人觉得。这个是基础的数字，这个福袋里面开出来的风格都比较的统一。这个是花卉，类似于手绘的那种，这个乱入的小花，
对，乱，这个是乱入的小花。下一个，这个是那个便利贴，这个便利贴我感觉比上一个那个蓝色便利贴更好用一点。这个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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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哥哥，也是什么哥特什么字，这个是什么本草纲目，这个胶带挺可爱的，挺有个性的。这个是我一直特别想用的那个乐章，之前我想买那个谱子，但是它没有这种牛皮纸，这种暗色调的纸都是白纸，然后今天意外的开出来了。这个是绿了吧唧的那个什么翡翠之心，也是一个，这个是唯一开出来好像比较小的。这个是唐诗的未知的星球，这个比较好看。还有这个是环游世界，环游世界这个也很好看，都比较实用类型比较多吧。反正我做手账都比较的随意，就是看自己心情，时好时坏。这个是木心，哎，是什么？反正就是一个木纹的一个胶带，一个木纹的胶带。这个没有想好干什么，粘桌子用。这个真是我之前在有空他们家已经开出来了这一卷。这个是个零钱包。感觉这个猫凶凶的，这个我之前还以为这个小黄鸡是胶带，没有想到它是一盒贴纸，就是这种小的贴纸。我开唐诗，我之前买的，在1688上面买的唐诗的，好多好多，五十盒胶带都是这样子，不是五十盒贴纸都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一盒一盒的，然后可以当封口贴用。是比如说做什么小礼物呀，然后封那个小盒子的时候，可以在那个盒子上面贴一个这个。这个是复古边框，我本来还想在这个福袋到之前，我还想打印这种边框的，因为已经用完了，没有想到开出来，就先不用打。这个星光璀璨，我之前在。